好啦，大家一定看到番茄来到了四行仓库边。四行信托补上海补仓库。他们要包括楼梯，老一闸，我们都全完了。给我吧。巧音无期爱见，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淞沪参战，特修寸间已未远念，我神州半壁河山，日遭蚕食，亡国灭种之祸，发之他人，操之在我，一不留心，子孙无交泪矣。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，而军人不宜有家室，我今既有之，且赴门哀作国，亲者丁稀，我心非铁石，能无倦然乎？但职责所在，为国当不能顾家也。老亲之未奉，儿女之教养，家务一切之措施，劳亲担负全责，庶免旅人之分心也。为什么要特别说这一段呢？其实我知道谢团长这个人的时候，我只能说，好对不起他，也很对不起中国的各个抗日的烈士们，革命的烈士们。在台湾确实在这一段故事当中是很缺失的。我第一次知道谢团长的时候，是因为我在大陆看了一部电影叫《八佰》，然后我听说曾经在台湾也有请林青霞主演拍过了这样的一部电影叫《八佰壮士》，我才去重新了解他们这524团，这400多位战士，重新去了解这一段四行仓库的故事。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去